大家好，咁啊，话说几日前咧，亦都去咗康乐公园行一行嘅。咁其实花返咧都系好多，虽然唔系话好深刻，咁啊，有啲玫瑰啦，仲有呢只紫云杜鹃或者叫紫云花。咁原来佢嘅原产地咧都系南美洲嘅。咁啊，五块花瓣咁啊，比较细同埋精致少少，个花都开得好密嘅。咁一般就园艺嘅观赏用啦。咁原来咧，佢终年都开花，咁都会成为蜜蜂其他昆虫嘅呢个蜜糖采蜜嘅呢个植物嚟嘅，所以系都几吸引。咁佢个花咧，其实呈现就有啲紫质嘅感觉嘅。咁白玉兰咧，其实就长出咗呢个绿色嘅树叶噶啦，花亦都唔系好多嘅啫，有啲都大部分都准备凋谢，但系紫玉兰咧就盛放当前嘅有啲。咁見到遠處咧，有少少似嗰啲燈，古代嗰啲燈，咁啊一排一排點住，咁啊非喺黃昏啊，其實都偏少少黃嘅。咁呢棵仲係好茂盛啦，同埋開緊嘅，亦都未見呢個樹葉。咁喺背光下，其实真系好似一个灯胆，更加有质感。虽然佢嗰个反咧未必可以透晒，但系都可以做到少少轮廓啊嗰啲神光。咁仲有啲变色嘅呢个牛斗菜啦，其实呢个都唔多嘅，但系有一两棵咧都系比较新，感觉上新鲜啲。咁仲有呢只风铃花啦，或者叫金铃花，或者叫灯笼花啊。咁佢原产地亦都系南美洲危地马拉嗰边嘅。咁生长环境就中意啲温暖啊，充足阳光。咁系常年生长嘅常绿呢个灌木。咁佢个花瓣咧就都几特别嘅。另外呢只花咧，我都唔知叫咩名，但系就好靓。其实佢有啲似茶花，但系咧就冇呢、这个冇叶嘅，净系得啲枝，少少叶。主要系个枝啦。另外啲花咧，含苞待放嗰、那个真系好靓，但系佢个高度咧就好矮嘅。就算佢未開晒或者開咗一朵咧，都幾吸引嘅。雖然好細棵喺呢個梅啊呢、這個桃花下邊，係啦。不過比較可惜就唔知佢係咩。仲有呢只假連翹啦，咁紫色嘅，同埋呢個紫色嘅花，同埋綠色嘅葉，其實都幾吸引。咁呢个就凤仙花啦。咁原来凤仙花咧都有900几种，都几多下嘅，都系一个好大嘅家族嚟嘅。咁公园就种咗都几多，咁啊好多就唔同颜色啦，好似呢只就橙色。咁仲有啲咧就系、是、紫色嘅，浅紫色啦，咁有啲就红色，亦都有啲系白色啲嘅。咁不过似乎佢个花期可能就短啲，定系有啲就已经好快就谢，或者系呢个枯萎嘅。咁影通常就揾啲新鲜少少或者靓少少卖相啦。咁呢啲浅色少少，粉红色都 OK 嘅。
呢只就紫色啦，深色少少。咁見到個花咧，其實都開得幾多嚇。咁見到有啲好似呢只橙色咧，就隔離其實已經有啲變色或者枯萎嘅啦。咁其實公園仲有呢、這個櫻花嘅，不過一兩朵亦都好少。咁啊，臘杜鵑啦，咁三四月其實都係臘杜鵑個季節嚟嘅。咁見到冇之前凍傷嗰個邊位，即係謝謝地。咁另外呢只咧就一串紅啊、西洋紅啊，或者炮竹紅或者炮仔紅啦。咁原產地原來都係巴西南美洲嗰邊嘅。咁呢只可能我哋經常會喺公園度見到啦，紅色就非常搶眼。同埋中國對紅色其實亦都有特別嘅意義，會比較開心啦。咁公園入邊其實亦都有呢、這個炮仗花嘅，但係而家見到咁靚嘅炮仗花咧，原來未開曬嘅，佢而家只不過見到佢嘅手指啫，佢好似啲手指咁樣伸出嚟。真正的開呢應該是它的手指尾的十字呢是開花的，細心看。大家看看這一幅就真的開了花的，即是會在這個手指位呢再開一個十字，這樣爆開這些才開花。咁未開嗰啲咧，仲係好似手指形狀。咁都幾靚嘅。當然，其實如果手指一撮這個淨係手指同埋呢個橙色，同埋佢個開咧都開得比較虛冚。咁通常就一紮一紮咁樣，咁變咗其實就已經好悦目嘅啦。咁呢個喺屋檐上就有啲開咗，有啲未開啦。咁公園仲有啲黃色嘅呢啲小花，咁綠化都唔錯嘅。咁另外仲有啲少量嘅繡球花啦，咁佢其實就喺呢個假石嘅後邊嚟嘅，唔係好明顯。都是远望才见到的。那个人工湖或者个莲花池那边呢，其实就装修紧。那见到个人工湖是怎样造成呢，就是这样，这个地盘的情景力。那造景的过程，那见到用了很多的金屬喎，今次比較複雜少少，唔知係咪做嗰個支架咧，用呢個不鏽鋼。咁正常，其實我覺得用翻磚簡單少少，做翻排水就唔使咁花巧嘅。同埋感覺上天然少少啦，雖然話人工。咁公園啲燈啊都幾特別，咁啊喺門口其實就有多色嘅呢個杜鵑花，咁除咗呢只粉紅色之外咧，仲有呢只紫色嘅，咁另外仲有隔離亦都有啲白色，咁啊相當新鮮靚嘅其實。咁其實一個圍行一小圈就見到嘅，都幾靚。咁當然喺門口其實仲有呢、這個學校啲窗伸出嚟嘅呢個秋海棠啦。每次經過其實都吸引咗我嘅。
因为佢个花就白色啦，其实都几靓啊。咁有阵时仲有马兜铃啊，呢个天使号角，好多唔同嘅花，或者呢个祖传嘅蒜香芹都有。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啦，佢个校园嗰个园艺都真系做得几靓。咁最后就走嘅时候就见到呢个木兰花、木棉花啦。咁大家有时间行行，拜拜。